请问，这是金石的家吗？是的，您是。那您就是金石同志的。是。啊，总算找到了。那您是？我和金石同志是一个部队的，我叫崔日。
快睡吧。妈，胡范他是不是？胡范出门在外，咱们不该做不吉利的猜测。可我总寻思，我说善姬，做那些不吉利的猜测只能使人伤心落泪，还是想开点好。有时候真想大哭一场，可做军人的妻子就要懂得把悲痛压在心底。善姬，你快睡吧，虎范他一定会有好消息的。怎么睡不着啊？月光太亮了。是啊，月亮太亮了，是叫人睡不着的。自从胡范他爷爷牺牲以来，我真怕这清冷的月光。这样的月夜，总是人想起许多往事来。我们头一年就得了大奖状啊！我也没做什么。哦，你看看，
怎么不把奖状挂起来？挂它干什么呀？又不是为了让人看才得的。那也不能老塞在烈士正后面，只有放在那个地方才最合适呢。和去世的亲人一起分享得到奖状的喜悦才是最欣慰的了。这些奖状实在是奉献在忠魂灵前的最好祭物啊。对，来信了。是胡范写来的。啊，没有信盼着来信，有了信倒哭起鼻子来了。啊，谢谢了。
干嘛老盯着我？我正在研究你。是吗？我也在研究你。胡盼同志，今天我请客，你呀就尝尝我的手艺吧。哎呀，这……善姬，我俩曾经发过誓，一辈子给对方欢乐和幸福。可是，成了残废的我，只能带给你无边无际的痛苦和眼泪。善姬，你还年轻，对你来说生活才刚刚开始。为了你的幸福，我想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怎么吃那么点儿？吃饱了。善姬她好像有什么心事。是啊。善姬，有什么心事就说出来吧。有喜事咱们共同分享，有忧愁咱们共同分担。妈，您就别为我操心了。你还年轻，前面的路还很长。要服侍一个残废的人过一生，你……胡范的信我看过了。奶奶，妈上哪儿去了？昨天夜里，她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不知在想什么心事，今儿烧好饭，一早就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善姬，到奶奶跟前来。说心里话，奶奶我从来没把你当成孙媳妇。我就当你是我的亲孙女。奶奶，你怎么老说这些话？看你乐呵呵的，我这老太婆心里也高兴，见到你忧愁，我这心里也……要是照我说，真想一辈子把你留在我身边，可如今到底不像我们从前那般可以苦说苦熬，所以你奶奶，求求您别说了。
善姬，你上哪儿去？我有点事儿。这条路坑坑洼洼的，尽是石头。孩子们和腿脚不便的人常在这摔倒。胡范他回来，也是要走这条道的。妈用不着带那么多麦芽糖。好容易回娘家一趟，这还多吗？孩子，回娘家要注意身体呀。哎，尝尝好吃吗？闪姬回娘家了，家里空荡荡的，连饭都没滋味啊。是啊，到那儿千万别病了。哎呀，妈妈，您看，是崔部长来了。哦，崔部长来了。哎呀，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？你好啊，大妈大嫂。好。大妈大嫂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哦。明天虎范他就要回家了。哦，啊，虎范回来。哎。哦，妈妈。虎范回来的正是好季节呀。是。可惜善姬回了娘家，要是今儿个他也在，虎范见了该有多高兴啊。啊。是善姬吗？他怎么知道信儿的？奶奶，妈妈，你们好。善姬，你怎么知道胡范今天要回来？崔部长告诉我的。我的那封信对善姬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，她
不知该怎么想。胡范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看你好像心事重重的。刚才奶奶告诉我，带着新娘子身上的东西出门，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请你多保重。请把车停下。胡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坐下。嗯。胡范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不能让奶奶和妈妈看我这副样子。你怎么能这么脆弱呢？请开车吧。崔部长，奶奶和妈妈天天站在蒲公英山岗上翘首盼望着自己的亲人平安归来，可是崔部长，他们等到的只是一张烈士证。假如我今天这副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的心该，难道我能再叫他们伤心流泪吗？说老实话，我带着这满脸伤疤刚从朝鲜归来的时候，也是抱着和你同样的心情。是啊，我们的母亲和妻子失去了他们心爱的亲人，内心该是多么的痛苦啊！我们不能再让他们伤心流泪了。看到你为国立功凯旋归来，我不由得想起了你的父亲。你父亲是叫敌人的枪弹打中了头部牺牲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还深深地怀念着远在家乡的亲人们。你父亲从怀里掏出你母亲给他的那块绣着胜利的手帕，竭力睁开双眼在说着什么。可惜啊，我一句也没听清。我想你父亲肯定是在说，把这军功章烧给我那像蒲公英一样朴实无华而又高尚的母亲和妻子。请他们不要太悲伤，不要把他们看成是仅仅多愁善感的人。我们的母亲义无反顾的把亲人送到保卫祖国的神圣战场，你以为他们就只有痛苦的眼泪吗？不，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能够英勇顽强浴血奋战，就是因为他们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和妻子。他们是为这块土地洒下热血的军人的伟大母亲和妻子。你知道朝鲜族妇女为什么要分笔直的发缝？那是为了要记住，人活着要像发缝一样正直。
胡范，你奶奶、你母亲还有善姬，都在山岗上等着你呢。竟是那种人，真是人心隔肚皮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胡凡，看，奶奶和妈妈来接你了。胡凡，我的儿子，胡凡，孩子，总算回来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，胡范？让奶奶看看你，你这睁开眼睛看看奶奶呀！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，我生下你还是好好的，是哪个丧尽天良的夺去你的眼睛啊？是哪个丧尽天良的夺去你的眼睛啊？你们好好看着吧，咱们家胡范也和你们做长辈的一样啊，李战公回来了，为他高兴吧。善姬，你听着，不知我是不是老糊涂了，可这话我还是要说的。胡范立了大功回来了，你不能笑着迎接他，难道你还不能哭着去迎迎他吗？这是，善姬他在等着你呢。
亲的啊。还没给我摘下头纱呢。你才应该得到这勋章。不，即使无人观赏，无人赞美，蒲公英花总是默默无闻的含笑怒放，装点着山川平原。我们的祖国不正是因为有无数像蒲公英花那样的母亲和妻子，才使保卫祖国的英雄们胸前的勋章永远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吗？